郡主来啦，今天自己来做雪媚娘。来，我们开始吧。哇，我用了三种口味的，先加一点奶油，每个里面加一点。哇哦，奶油，蓝色、粉色、白色，哇，第一层奶油，哦、嗯，更好吃。然后红色的、粉色的这个里面加一点草莓，哇哦。然后这个蓝色我们里面加一点芒果，哇，好，这个里面我来加一点这个椰蓉，哇，就是脆脆的那种，哇，加点。然后这边再加一点奥利奥碎，哇哦，哇哦，好嘞。然后再来加一点奶油，夹心，哇，椰蓉这个，加一点奶油。再来一点，哇塞，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，这几个颜色也太棒了。加这边再来加一点点可可粉，哇哦，哇塞，我们先把粉色的先捏起来，就顺着这样子包包包包，咚咚咚，打圈圈，给它捏起来，然后就 OK 了。哇哦，一个粉色的雪媚娘，好，多余的这个拿掉。哇哦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粉色的再撒一点点那个粉，哇塞，太棒了。哇哦，一个，继续噔噔噔噔噔，给它包起来，就特别的简单。然后像小包子一样，把它捏起来，然后把多余的捏掉。哇哦，哇塞，太香了！好，好啦，我们的雪媚娘做好啦，下一个视频来尝尝味道。